你说我们刚才是在那个点哦，确定吗？他说在那个点呢、啊，应该不太像，我觉得。可是看那个 view 是感觉是这个 view 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他其实是要攻击妈妈，然后来攻击我，因为他妈喷那个有味道的，变成攻击我们，因为我们跟离妈太近了。好吧，笑而不答，不敢反抗，被攻击。其实他是要攻击李婶的，难怪了，让我们离他远一点。然后他飞过来攻击我，是因为他是要攻击你的。攻击。结果我跟你太近，他就觉得我把我当做是你攻击我。没有，他才攻击我是因为你当做你。哦，我们降低高度，我们这不是最高的，这个 view 比刚才的 view 好多了，好一点。那你开始。这个不是那不是我们那边啊，是另外一座山啊。